太少张他还不给你训练哦，要够多张。那当然，各位老师们，当你都玩了，好像也发现了地图有点腻啊。当你这个地图开腻了，你可以换一个地图，那就在买康复的里面。那其实，在你一边开的时候，他其实应该有一边跟你说他记录了几张图这样。所以至少开两圈嘛？对，至少开两圈。那39.68就是第一圈的成绩。对，是最好的成绩。如果你开了好几圈，那就会是目前最好的那一圈。哦，快跑到终点喽，能够分析。一个好成，他就出了。哎，进步了。进步了。那这个配件已经停止了。好，你也已经没有在拍照了，所以其实也没差。那在这个秘密题。